自己其实跟神明有什么联系，但是他是抄袭症吧？那看起来就像中邪一样，超像的啊！因为我自己好像也这样，就是有些宗教团体的，然后用一些技巧，但其实那些根本就是好像一个自然的身体形象。他醒来之后，他就是直接换了一个角色的感觉，或是他演技不错，对。继续聊天、啊，我要你们笑的画面。对，这是 OK 的。你可以现在试一下。别好，现在 OK 的。现在 OK 的。那我等下起来变观世音，赶快做给他，赶快做给他。这一件很漂亮、欸。